你睡觉了吗？今天换我来给你讲故事。你那里是晴天还是雨天啊？我这的月色是不错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寻月亮的足迹吧。今天想读给你听的是贾平凹先生的《月记》。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，常常又什么都不觉满足。中秋的夜里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，好久却不见出来，便坐回中堂里，放着竹窗帘闷着，缠奶奶说故事。奶奶是会说故事的，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。奶奶突然说，月亮进来了。我们看时，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，款款的悄没声的溜进来，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。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，爬着那竹帘格，先是一个白道，再是半圆，渐渐地爬得高了，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。我们都高兴起来，又都屏气儿不出，生怕那是个尘影变的，会一口气吹跑呢。月亮还在竹帘上爬，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，缺了，末了便全没了踪迹，只留下一个空镜，一个失望。奶奶说，他走了，他是匆匆的，你们快出去寻月吧。我们就都跑出门去，他果然就在院子里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。进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，盈盈的，灯光也没有这般亮的。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，疏疏的枝，疏疏的叶。桂花还没有开，却有了累累的孤朵了。我们都走进去，不知道那个满园去哪儿了，却疑心这孤朵是繁仙儿变的。抬头看着天空，仙儿似乎就比平月少了许多。月亮正在头顶，明显大多了，也圆多了，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。奶奶，那月上是什么呢？我问。是树，孩子，奶奶说。什么树呢？桂树。我们都面面相觑了，疏忽间哪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，到了头发梢上，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，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颗了。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，傻孩子，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。谁？我们都吃惊了。嫦娥，奶奶说。嫦娥是谁？一个女子。哦，一个女子。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，墙该是玉砌的，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。有三妹漂亮吗？和三妹一样漂亮的。三妹就乐了，啊，月亮是属于我的了。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，我们都羡慕起来，看着她的狂样，心里却有了一股嫉妒。我们便争执了起来，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。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，说，孩子们，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，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嘞。我们都看着那杯酒，果真里面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，捧着一动不动的，手刚一动，它便酥酥的颤，使人可怜的样子。大家都喝下肚去。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。
奶奶说，月亮是每个人的，它并没有走，你们再去找吧。我们越发觉得奇了，便在院里吵起来，妙极了，它真没有走去。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、瓷花盆上、爷爷的先让上发现了。我们来了兴趣，竟寻出了院门。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，河水细细的，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，全没白日那么粗糙，灿灿的闪着银光，柔柔和和的像水面了。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，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，就大呼小叫了，月亮在这儿。妹妹几乎同时在下弯喊道，月亮在这儿。好多月亮。我两处去看了，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，沿着河沿跑，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。我们都看起天上，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，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。哦，月亮竟是这么多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它就有了哩。我觉得美好的事物啊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对它有向往，希望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，去找到属于我们心里那一轮最美的月亮。每一个夜晚在月光书房想把我读给你听，明天见。